好了，谢谢。姐姐，你也受伤了吗？我……等等，你刚刚管我叫什么？姐姐啊，你看起来也没有多大，难道叫你阿姨啊？ 你几岁了？小斐今年6岁了。小斐，6岁。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会做出一些不受控制的言行。好的，小斐。姐姐，你的伤没事吧？ 姐姐从小练功，挨摔都挨习惯了。再说我家世代行医，这点小伤我闭着眼都能处理好的。姐姐，你是神医吗？神医？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是神医的话，能帮我把我的爸爸妈妈救回来吗？你爸爸妈妈怎么了？ 他们在车里面在流血，流了很多血。他们不要小飞了，他们就要小小飞了。不哭不哭，我看。 你等等，这瓶药酒是我师门独家秘制的，很有用的，还好这次带来了，会有点痛哦，很痛吧？我体会过的，姐姐教你个办法，很痛的话。 你呢？那有一天，你也会离开我吗？不会，花花姐姐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好吗？真的？嗯。那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